大家好，我是俊清。我们这个鞋垫修好了以后，这是我做好的，就是还没里面绣完了，外边还没有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想办法，它这个边不是一层布吗？好的，垫着垫着就坏了，我们就用双线从这边上，用剩下的线，什么颜色的都可以啊。我这个就是剩的这个蓝色线、浅蓝线比较多，我都给它从这个边上，隔着1公分起了一针，隔着1公分起了一针。不好注意的，有点硬，按照原来那个针孔，这样是起来。原来这个针这样是起来，它这个边上不是有原来缝纫机走那个边的针孔吗？它就比较不那么硬，走到这个针孔上了，一针一针的上来，这一圈完了，然后再来下一圈。我们做完了以后，整个的一圈给它走完了，然后做第二圈。第二圈的时候看准第一圈这个线，从这个针孔下去，从这个针孔下去，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它包上，包上这个针，看到没有？把这个边给它包上，它就不那样松的，它就不是那样松的，哎，包的，然后你一穿一磨就坏掉了，这样就不坏掉，就从上面这个针孔往下扎，然后让它做好了，所有的成品做好了，就像这种，你可以做细点，线多你可以做密点，细点密点，这个弯弯的地方可以让它细着点，这个前边废的地方你可以让它，两头屁股或脑袋这都可以让它密一点，因为这腰这里它不斜着腰垫这儿不废。这是做好的，这是没做好的，这样是做好的鞋垫，是绝对结实咯，这是纯手工的。你看我的关注站在站起来，长按站在长按就是我心上的落家，雨过天晴我迎